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盛与存亡，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不是在敬拜神，是不是带领他的人民亲近神敬拜神，是不是带领他的人民亲近神敬拜神。也许你的国家现在很兴盛，但你若让你的人民都远离神，那这个国家将会越来越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国家的文明会越来越多地被人糟蹋。不久这个国家的人民会起来反对神咒骂天，不知不觉中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被断送了。神会兴起强大的国家来对付那些被神咒诅的国家，甚至在地球上是这样的国家消失。尽管世界上有一部分正义的势力，但在人心中没有神地位的统治是很脆弱的。没有神祝福的政治舞台是混乱的，是混乱的，是不堪一击的。人类没有了神的祝福，就等于人类没有了太阳。不管统治者多么兢兢业业地为他的人民贡献什么，不管人类在一起召开多少次正义大会，都不会扭转乾坤，都不会改变人类的命运。人都以为友谊就是人类和睦同居的国家，就是好国家，是有好领袖的国家。但神认为若没有人敬拜神的国家，是他要毁灭的国家，要毁灭的国家。啊，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总是与神相差很远，相差很远。所以若是一个国家的首是很悲惨的，而且这个国家是没有归宿的。神不参与人类的政治，但神却掌握着，掌握着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，掌握着这个世界，掌握着整个宇宙，掌握着这个世界，掌握着整个宇宙。神的面前，神会是跟随敬拜他的人类
衰退灭亡。人类的命运与神的计划息息相关，没有一个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能逃脱神的主宰。想知道人类的命运，就必须得来到神的面前。神会使跟随敬拜他的人类新生，新生会使抵挡拒绝他的人类衰退灭亡。显现，公开显现出荣耀的身体，圣洁的灵体出现了，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自己，世界肉体全改变，登山变相是神的本体，头戴金冠冕，身穿洁白衣，胸前束金带，束金带，世间万有是他的脚蹬，眼目如同火焰，口中有两刃利剑，其心有手寸，国度道路光明更无限，荣光发现照耀山。上宝座上，神选民都在欢呼跳跃，神选民都在欢呼跳跃，欢呼吧，歌唱吧，全能者得胜的旗帜，在整个威严雄伟的锡安山上，高高的升起来了，升起来了。神同吃同住同生活，和他同在同行同享受，同得荣耀同得福，与神同在国度中，何等享受，何等甘甜，天天面对面，天天在说话，时刻在交谈，在交谈，天天有心开启，天天有心看见，灵眼一开全都看见，灵里的奥秘显明给咱，神圣的生活真清闲，向前向前，
去配合，享受神的话，一切都改变。生活的超脱，人和人事物都不该扰咱。神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神的说话与做工面前能仔细考察，认真亲切地对待这一重要的讯息，不要踏着这些受惩罚之人的后尘，更不要做保罗，明知真道故意抵挡，失去赎罪祭，失去赎罪祭。神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受惩罚，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着救恩，跟上他的教宗，进入他的国度。神对待任何一个人都是公义的，无论你的年纪多大，资格多老，深知你曾经受过多少苦，神的公义性情是永远都不会因着这些而改变的。神不会高看任何一个人，也不会偏待任何一个人，他对待人的态度是根据人能否放下一切来接受真理，接受他新的工作。你若能领受他新的做工，领受他所发表的真理，那你就能得到神的救恩，那你就能得到神的救恩，得到神的救恩。消息之后，他便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然后又宣告通城的人不可长沉默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就高升，并宣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
墙旁，从你里为王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来看，他从内心深处有了悔改。你你为王一系列的举动，真正地做到了一个君王该做的。他一系列的举动，是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王都难能做到也未做到的。他的这些举动可称作人类史上的创举，值得人类纪念，也值得人类效仿，值得人类纪念，也值得人类效仿。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君王都带领百姓神与神对抗，却从未有人带领百姓向神求告，以挽回所行的恶，获得耶和华神的赦免，避免惩罚的临近。而你你为王就能带领百姓向神回转，带领百姓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枪棒，同时他也能舍弃他的王位，而换取耶和华神后悔，换取耶和华神转移后悔，收回烈怒，使城中所有的人存活下来，不至灭亡。的楷模，堪称败坏人类向神悔改认罪的楷模。所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有实际的意义，神道成肉身，不管性别是男是女，都可以代表神，都可以代表神，不管性别是男是女，都可以代表神。当初耶稣来的时候是男性，这次来的时候是女性。从这里能看见神造男造女
都能为着他的工作，而且在神那儿没有性别的划分。神两次道成肉身，是来显明显明他的所有作为的。假如这不道成肉身亲自做工让人目睹，那在人的观念里，人永远认为神只是男性不是女性。耶和华起初造人类，起初造人类是造了男性女性两类人，所以他道成的肉身也就按着男性女性，按着男性女性来划分了。他道成肉身两次完全是根据起初他造人类的一念而定规定，就是根据未经败坏的男性女性来完成他的两次道成肉身的工作。你不明白，现在你还能亵渎神的工作，尤其是神道成的肉身吗？你若看不透，最好别乱说，免得显出你的愚昧无知，暴露出你那抽象。他道成肉身两次完全是根据起初他造人类的一念而定规定，就是根据未经败坏的男性女性来完成他的两次道成肉身的工作。